好了，朋友们，像这种大面积的不干胶，简直是分分钟搞死强迫症。接下来我教你怎么样快速的擦除它。拿一瓶风油精，这样在上面均匀的抹上一层。抹完之后不要急着用抹布擦，抹上之后呢，让它待一会儿，然后让它稀释一下，然后呢，我们用手指比较厚的地方呢，我们可以用钢丝球刷一下。好了，最后用抹布一抹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干净又快速，很好的小妙招，赶紧收藏吧。